杀女警是第一步，杀我报仇是第二步。凶手故意把尸体放在这里，这分明是向我们警队宣战了。我相信肯定会有第四次。 警察手在我们出现了，我肯定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这种人呢，就是病态中的变态。我永远不会介入你们。你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指证他。你让我去澳门把他抓回来。你不是澳门司警，你在澳门没有执法权。我是一个警察，抓凶手是我的天职。Long arrest, monster. I'm the monster you created! Shut up and fight me! This is the legend! 我只差一点点就抓到那个王八蛋了！如果你真的有生命的话，你就再出来救救我！你出来呀！